全人的敬拜他，他配得我们用全人的歌颂他，他配得我们的一切的歌颂赞美。让我们再一次唱，你是起初你，你是起初你，我的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的神话物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如何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你的良诚心，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现在现在现在永在的主，现在现在现在永在的主。小姐妹请坐。赞美神，他是昔在近在永在的主。神说，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他必成全这功。让我们起来回想，当初我们信主时，我们为主所发的热心。我们再次来回想曾经的梦想。相片里儿时的模样。相片里儿时的模样，记录着年少的时光，曾经在你我的心中，要登上月亮，要飞越太平洋。多年后，我们都成长，告别了青涩和迷惘，曾经在你我的心中编织的梦想，是否已遗忘？我们也可以祷告寻求神，神会放下在我们心中为他的梦想，是适合我们的恩赐，适合我们的人格特质，神不会勉强我们个性所做不来的事。让我们一起再一次为主来梦想，回想我们当初起初为主所发的热心。想念你儿时的模样，记录着年少的时光，曾经在你我的心中，要登上月亮，要飞越太平洋。
了要为主来梦想，我们也要在爱中与主相遇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爱中相遇》。每一天，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，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，唯有。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地方是需要你我一起来让这个教会更好。在我们昨天青年团契有去参加一个呼召做主门徒的一日营，在当中，那个一位讲师他说，当你看见需要的时候，就是神呼召你的时候。你是否愿意让神呼召你来教会为主做工，让你每天都能够在爱中与主来相遇？让我们将我们的这一切当作一个祷告，将全人献上给主，求主来使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除了有爱，还有喜乐跟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唱，将我全人献上。将我让我们以这样的心情祷告来开始我们的礼拜。阿门。